station 那边，直接去看那个 map。 现在才11点，他就在那边吃了面包，都还没去看那个 bamboo 的东西。他说他没理。bamboo forest 里面，你看，对啊，全部都是 bamboo 的。 这么美，这么绿。现在我们要吃烤地瓜。现在很冷了，所以吃这个最好。嗯。好了，试看吧。好吃吗？给它打几分？ 七到八分，OK。好吃吗？那给他打7分。我们刚刚看完的竹林了，你觉得好看吗？我觉得不错，只是前面不错而已，只是看看这样。嗯。我们今天下午吃的这个地方叫韩南南，这个是最近的那个一个 restaurant， 我今天吃的进步餐，特别有进步餐，就是森林，然后他吃的是烤鱼，风景那么优美，你看那个牛树。 这一餐是我在日本吃最好吃的一餐，京都菜真的很好吃，很精致，又很好吃。这一个鱼啊，看他讲，它比那个 tuna 那么贵的，比它好吃多了。刚才不是看到整桶的饭吗？我们两个吃完整桶的，它的饭，它的东西都很好吃，还讲吃不完，我们完全吃得完，空了。 这个应该像摩提式的糕点，然后这个应该是。啊，入门票，那个金阁寺，对吗？对，金阁寺。我看它这个入门票，好像那个，好像那个符这样，这个还有写御守。 好特别哦！现在好多人哦，人山人海，金色的那个庙。那你觉得你看的好不好看呢？很特别。 可是这太多人了，太夸张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很美的地方是，是Shrine的面。
转过一下，现在我们走了多久？至少可能走了十分钟吧。不要，我们一直找睡。来，夕阳。OK。在这个酸的这个猪肉包特别好吃，特别松软。超好吃。有可能是我们走得太饿了，所以就想好吃吗？来，我好喜欢这边的房子哦，这边京都的房子都是什么样的，很多木的，好美。现在已经是天黑了，我们已经要回大阪了，现在从京都回大阪，走吧，我们去看有什么东西好吃，先然后再回去。我们找到蛋包饭来吃，在京都我吃的是咖喱口味，他吃的是酱的口味，他说好吃，我也是觉得好吃。几分？五分，我会给他，如果是80分，会给他79分。